Hello，我是赵太太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用我们的新车 ，Let's go。好啦，那现在呢，这就是我们的车子啦。那这车牌当然不可以给你们看啦。那我觉得这车子很凶猛，很酷。对，那。对对，车子就是长这样，这就是外观。那么它的背后长这样，一样车牌不能给你们看。我觉得这车子很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里面吧。
感兴趣的时光差不多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这种 vlog 系列的，就在下面点喜欢，这样我就会拍更多 vlog 哦。然后呢，也在这边祝大家万圣节快乐，虽然还没有到，但是快到了。对，那我也会发万圣节特别喜欢哦。那么现在赶快下去订阅我，对，赶快让我100订阅，对，快点快点，赶快让我订100订阅，对，100订阅我应该会办个抽奖，对，所以赶快去订阅，快点，3、2、1，好，我们订阅完了。那也不要追踪我的 FB 在左下角的那些东东，把它打上去就好了。那么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